殆尽，坟墓的秘密。那个丛林几乎没有人烟，适合行动，而且不要留有后患。我会找可靠的人，不找人机办好这件事。竟然是叔叔，把我爸爸。有件事必须交给你去办。琉璃塔教授杀了他。快点离开家逃跑吧。简讯感觉真紧急啊。你的意思是我要杀的都是不应该死的人吗？就把我杀了，放开这个教授，让这一切结束吧。吸血鬼医生大结局，今天晚上7:30，星空卫视。